文章来源：中新社。八年前，在西雅图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向美国各界友好人士发表演讲，引经据典，纵论中美关系，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八年后，又一次开启美国之行的习近平，于旧金山当地时间十一月十五日晚，在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发表演讲，再次赢得阵阵掌声。从西雅图到旧金山，两次重要演讲。 习近平面向美国和世界讲述着三个故事，中国的故事，故事因真情而动人。二零一五年，西雅图，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中，习近平从十几岁时的插队经历出发，讲述了自己与梁家河的真实故事。故事里，梁家河从曾经乡亲们经常是几个月吃不到一块肉，到住上了砖瓦房，用上了互联网。 当然，吃肉已经不成问题。梁家河这个小村庄的变化，正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当下，在旧金山，梁家河的故事依然被习近平提起。我不到十六岁，就在陕北的一个小村子里同农民住在一起、干在一起，知道人民愁什么、盼什么。而人民依然是中国故事里的主角。习近平说：“从那时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 在人民中间，让我觉得踏实；同人民在一起，让我有力量。他继而表示，中国共产党就是给人民办事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必须守住的人民的心。今天的中国已摆脱贫困，实现全面小康，但这并非幸福的终点。中国是现代化，如今成为习近平“中国故事”里的关键词。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说。紧接着，他向世界铺开一幅中国式现代化的具象图景，致力于团结奋斗、共同富裕、全面发展、永续发展、和平发展。从摆脱贫困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中国的故事仍在继续，美国的故事，用故事拉近与听者的距离，是习近平演讲的一大特点。 面向美国各界朋友，习近平同样讲述美国的故事，让对方听得懂、有共鸣。在旧金山欢迎宴会上演讲，习近平首先向在场听众说起了元首会晤时与美国总统拜登互动的一个小插曲。今天上午，拜登总统不知道从哪翻出来了这张照片，还给我看了，引来全场一阵会议的笑声。当时，拜登在手机上展示了一九八五年习近平到访旧金山时的一张照片。 给习近平看，这一瞬间经中外媒体报道后迅速传播开来。这个故事经习近平亲自讲述，立马引起现场听众共鸣。他接着在现场愉快的氛围中讲起旧金山的故事。旧金山见证了中美两国人民百年交往的历史，见证了中美建设美好世界的努力。他特别提到联合国宪章的签署，从这里出发，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得以建立。 一百多个国家相继获得了民族独立。当年在西雅图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中，习近平也以美国的故事架桥。他提到电影《西雅图不眠夜》，说其使这座城市在中国民众中有很大吸引力，然后指出华盛顿州和西雅图市成为中美人民友谊、中美互利合作的一个重要象征。 他又说起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指出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我们需要去深入了解。不难发现，习近平讲述的故事正是中美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写照，中美友好交往的故事。故事由人书写，中美关系的故事同样也由两国人民书写。从西雅图到旧金山。 习近平都反复提及中美人民交往的故事。在西雅图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中，习近平伸出双手，比出一个人字手势，并说：“在汉字中，人字就是一个相互支撑的形状。中美友好根基在民众，希望在青年。”一个简单的手势打动听众。在旧金山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中，习近平以凝练的语言说：“中美关系的根基是由人民浇筑的。” 中美关系的大门是由人民打开的，中美关系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中美关系的未来是由人民创造的。每一句凝练的论断背后，都是生动鲜活的故事。飞虎队、乒乓外交、首个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习近平如数家珍，唤起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记忆。今天，中美友好的故事仍在继续，在被寄望成为中美关系新起点的旧金山。 习近平为故事写下新的序章。我愿在此宣布，为扩大中美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交流，中方未来五年愿邀请五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习近平在演讲中说：“历史长河大浪淘沙，最终沉淀下来的总是最有价值的东西。从西雅图到旧金山，中国的故事、美国的故事、中美友好交往的故事，写就于昨天，讲述在当下。” 也将续写于未来。